糟糕了，要剪了，要剪了。哦，又回来我们的科技警探，科技警探，我、哦、怎么又来这边啊？一下是女生来，一下男生来。I'm here to see Pa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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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re ain't no Paco here, fella. 哎呀，还装傻。Are you absolutely certain? 你确定吗？啊，我无所不知的。He's in his office. Take the stairs over there. OK, let's go. 我猜他应该已经被知道了。为什么不杀他？因为不能杀，没有那个指令了。他还在喝酒，还有办法喝酒。有人在跟他讲话，看是谁？一个戴帽子的。刚刚一个疯女人，哎呦！快，我们要赶快在这一刻之间找到到底谁是凶手。OK，Let's go，Let's go。对，差不多六点，我们这一个把它玩完。然后我们就玩一下故事片。哦哟，我卡住，我又卡住了。你看，这些都狼狈为奸，狼狈为奸。现在模组会再拍。好，来了，我们要进来了。相信这个一定会拦我的。证件给他垮啊 ！FBI， 请配合，请配合。哎呦，他要杀他，他要开枪哎！哎呦，不太寻常了。刚看到拿出枪的影子哎，我判定，一只龙啊啦，开的门是开的，哦 no， 哦 no， it's dead， 被爆了啦，真的，我们刚如果没杀，你看，他已经被杀了，开始收证了。科技眼镜来了，后面有人！哇塞，又来了，又来了！有人暗杀。我想说，奇怪，他人跑去哪里了？上 ！OK。哎呦，擦！想要走哪里走？啊，打到没有用力，圈！一直圈，不能被他抓住啊！上！哇，所以要攻喉咙。T 中，再来闪哦！武士刀都来了啊！糟糕了，我被砍到一刀哦 ，man， 没死啊！糟糕，我按错了 ，God damn man， 下小心啊！我怎明明就有按，怎么会？去死吧你！圈，哦，擦，真的要小心看。哦哟，这个被砍到真的绝子绝孙了，这个。糟糕，水来了！啊，雨都这样了，快起来 ！Oh man， 痛！上，奇怪，明明就有背上，怎么会这样啊？不、哦，换！哦 ，What are you doing？ 阿万，L1， 奇怪了。不能让他跑走，不能让他跑走。糟糕了，在哪里 ？Damn man， 询问。那，你别搞么啊？我觉得就算这边没有解释到，应该之后也会有啦。John。John。没有，我刚明明就按了，奇怪了。好吧，我们快找，快找。哦，在办公室留下线索，好，我们去找一下好了。刚如果抓到就好了，好吧，那就找线索吧，一一再找他。来吧，散落一地的东西，应该会有点指纹，或是有那把枪，我觉得应该是哦。眼镜先带回来，这是暴雨杀机。
套拿出来，通灵之术，咚！哇，胶带子是应该女生的那个吧 ？Madison Page。Madison Page。What was the journalist doing here？ 哦，被发现了。然后呢，下一个，这边还有个瓶子，干嘛要喝酒啊？哎，哦，我把它拿下来了。这游戏故意这么做的吗？什么意思？这边还有，我们这边都拿一拿。他这游戏有几个结局啊？然后我们变成就是要来里面从不同的角度来看看到底是谁才是凶手这样子，当场死亡。这边呢？这里有个东西。Paco Mendez was no saint. His rap sheet reads like the telephone. 前科很厚，有没有？右边一直在 loading 他的前科。还有什么？下面散落的纸张。好，没什么东西了哈。那我们再往这边看一下。这边应该还会有，有没有？下面有一把枪。有没有阿万？哦，这边又有，是唇膏吗 ？Madison Page 被发现了。He may be a witness。接下来这个警探呢，就会去找他了。Madison Page 还有什么？走进来一点点。哦，这边还有一个。哦，那个台灯啊，糟糕了。接下来这样子好像就对那个女生呢的状态不是很好了，她会不会以为她是凶手？Madison Page 都是 Madison Page， 待会就玩故事片，让我把这边过完，好不好？好了，没了哈，该看的该拿的都拿了，这边还有吗？应该的啊，这边还有一把枪，枪。OK。45 caliber semi-automatic。等会不会，等会玩 GTA 的故事。不是按了吗？是坐着。哦，没有，应该是可以的。好吧，没了哈，我们可以出去了。这样线索应该足够了。他就有可能因为你按了，然后按。没有按到啦，然后改变一些结局的发生也是有可能，但是我相信大家应该都有按成功，只有我没按成功，所以刚好可以让你们看看不一样的结局，好不好？走吧，我们要下去了。他说他还是叫 John 嘛，我已经知道大概知道凶手是谁了，但是如果你们没有看前面的话，可能不知道这个到底在干嘛。反正就是一个折纸杀人魔，一直在杀小孩，然后杀了很多人，很多的小孩，然后这些人呢，其中有几个人是作为主角，然后让我们操纵的，那我们就必须从这四个人之中呢，这几个人之中呢，找到了凶手是谁。那每个人扮演的角度看的看法都不一样，所以你就要一一从这边啊抽丝剥茧的了解凶手的作为是什么。来，我们出去吧。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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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主角，我们把这个主角玩完，来喽，又是星期四哦，我们全身遍体鳞伤。现在是晚上11:39，伤脑细胞，其实还好啦，还好。但是就是看影片、看故事这样子。麦块我比较少玩，欧卡的话会再找时间。哎，他回来了，麦迪逊回来了， Ethan， 麦迪逊 ，Ethan。Are you all right？ 哎。他在哭欸。I killed a man. 安南。I had no choice. 他其实也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杀人，因为他就是到一阵子的时候呢，就会晕眩掉什么的，所以他也不知道到底是不是他。You're not responsible for those murders. 你看，在身边还有一个人这样子。That changes nothing.像我觉得像也太厉害了，可以撑这么多天。再拍一下下，
哦，两个人会不会爱上了？有了，患难见真情啊，亲啊！我相信你们会亲的，好不好？因为他很可怜了，他已经老婆离他了，离开他了，自己也害死一个小孩，接下来一个小孩又被绑架了，好不容易呢，又遇到了另一个知己，是不是 ？kiss 吧。你已经接受我的感情，再亲吗？这没有十八加吧，亲亲应该还好吧。好了，这接下来就十八加了。好了，糟糕了，要剪了，要剪了。还要脱？不会吧？好了，没了没了，还好了还好了，一下下而已啦。让单身狗眼睛，还好啦，没有怎么样。哎、欸、啊，动到他了，动到他了，要慢慢的抽离，慢慢的抽离。你要死哦，一时的心冲动。这个再躺回去，我们站起来好了，应该不用再躺回去了。来吧，接下来应该是要拿这个了。哎，不是哦，应该是要穿衣服吧？秒换衣服，我看一下衣服。哎，不行，我应该不可能这样出去啊。这里也没有东西可以拿，可以看一下它。我只要不要被我女朋友看到都没事哦，应该还好啊。去厕所好了，看一下自己的服装有。回来我会剪的、啊，我会剪，不用担心。没怎么样，洗洗脸。全民枪战没有啊，没有玩全民枪战。你看我小指头断一根呢 ，Oh my god！然后呢？还有什么指令？有没有厕所、啊、还是什么没有用到的？这边应该没有什么了。衣橱啦，衣橱。你看不让我用衣橱哎、欸？那这里呢？这里也不行吗？我记得这个箱子不是还有东西吗？被变态啊，应该还好啦。哎、欸，我再过来一点点，这边好像可以出去的样子。哦，这里可以开东西，我、哦、开冰箱，结果没东西，关起来。哦，可以开起来耶，走出去吗？等一下，因为这个很难控制，其实也没什么大。对啊，还好吧，大家不用太去想那个什么有的没的。拿起我的衣服，拿起我的裤子。啊那那那，他还是要出去找相，又要来抓住偷车日记哦。看礼拜五好了，好吧？好了，可以了。穿着我们的破衣，可以出门了。Come on, let's go。拿着外套，怎么不看他？有啊，刚好看他。啊，糟糕，手机掉出来了。这手机又关着什么吗？下，拍照的，他看到要拍我们是不是？然后这本写的什么？哎，因为他是记者吧，对不对 ？I'm in Hong Kong people， 雷猴雷猴，看不啊，小姐姐。All this time, and I had no idea. 糟糕。Ethan, what's the matter? 他以为他是为了要接触他的新闻。I meant something to you. Listen, I.
You're a pretty good nurse for a fucking journalist. 糟糕了。Ethan, I wanted to tell you, but what kind of article were you gonna write? My life with a serial killer? No. How I caught the origami killer. Maybe you'll get a book deal. I hope it was fucking worth it. 被误会了。Ethan, it's not what you think. You lied to me, Madison. All this time, you fucking lied to me. I thought you wanted to help me, but you're only thinking of writing a fucking book. 不能啊，不能减十八加了。看他要不要相信他了。但是我对你是真心的。And I knew that you were the father of the boy who had disappeared, and I wanted to cover the story. 狗血，待会这边玩完。But then I saw what you were going through to save your son, and I understood how much you love him. 我就被你深深的感动到。I wanted to tell you the truth.But I couldn't. I was afraid that you may not believe me. 标题下什么？待会再想想。All I want is for you to find your son alive. And when it's all over, I want to be with you. 原谅啊，人家这么真心对你，对不对？OK， I'm sorry, Ethan. 我终于有一次选对了，好吧，之前都选错的。好感人的剧情哦。You're leaving. 我要去找下。他怎么穿裤？这种情形应该不会穿的。The last letters, then I'll know where Sean is. Take care, Ethan.Take care. 爱上他了，爱上他了。没有啊，没有。穿了，好不好？巧克力穿了。噔噔，他这音乐真的好好听哦。I'm gonna go find something to eat. Wait for me. I'll be back in 10 minutes. 我觉得他回来人应该就不见了。好了，接下来要换女生去了，好不好？各位观众，今天先玩到这边，然后下一次呢，我们出去买完东西回来看她还在不在，好不好？那我们准备要换 GT 了。如果喜欢这个系列的影片呢，记得帮我按个赞，也随时按下铃铛，可以追踪我这个开台动态哦，好不好？